在为女孩向前冲，要冲破好成绩，非常的恭喜 Devin。单飞出奇异，发行新专辑《奇怪女孩》，挥别过去在电影《我的少女时代》中校花陶敏敏的乖乖女形象。两年来积极健身，不止练出好身材，还多了份性感成熟的女人味。健身运动这件事情真的会走火入魔，因为就是你当看到自己的体态越来越好的时候，你就会就是要求更多，就会觉得啊，希望可以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那至于火辣部分，其实我是不排斥啊。其实我觉得如果要说跟之前差最多，我觉得可能是有点害羞，可能是屁股。但是舞蹈里面秀比较多的可能是腰。腰，对，腰一定很满意。有穿紧身吗？你都掀起来了。有。现在有一点点。有了好身材，简廷瑞也不吝啬大方秀，只是日前被周刊爆料，和有小金城武之称的涂善存蜜恋一年多，难道是因为恋爱 ING 人变得更漂亮了吗？谈恋爱有关吗？谈恋爱，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关系吧，因为以前也有谈恋爱，不是以前就是高中大学的时候，对啊，就是恋爱应该，我觉得应该没有关系。还有一个。我的肤色现在变得比较对，变得黑，好像就不会那么小女生的感觉。晒黑吗？其实我也不算刻意，但我其实本来就没有那么白，但是因为之前其实我是有在做一个皮肤的照光的治疗，对，因为之前我有一点就是免疫系统失调这样，所以就皮肤有一点状况，所以我用了一个照光治疗，有点像驻晒剂的概念，它的副作用会变黑。所以我就想说，那干脆就黑了，那就黑吧。回味两年再出击，简廷瑞整个人焕然一新，也希望歌迷能够多多支持。完全的今晚如高预展采访报道。